英九遭党员呛大汉奸。新的25周年党庆，前总统马英九出席祝贺，表示他支持两岸合作和平。大的方向跟各位党的主张一样，支持中华民国，支持两岸和解、和平、合作，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现在还是这样看法？我要说明的，我从来没有说支持不支持谁，我说希望大家都把政见说清楚，我让我有更大的空间去做决定，所以外面说我支持谁不支持，那么今天我想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因为柯文哲还是朋友，但是在两者之间总是要有个选择。那你说前两天叫我做决定，不如我在今天的大会上公开是更清楚的。柯文哲他我有请他，但是呢他回答说不能来，那我也表达了在意识形态上我跟柯市长是有距离的但是对两岸的这种的忧虑，我相信我跟他是一样的。那么当我要决定新党的人来支持谁的话，那今天丁守中来了，当然这个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我公开的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该投丁守中的就投丁守中，对不对？这个是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但是就算我新党说新党是支持丁守中，也不见得每个人一定都投他所以民主选举不是大家说我说了就算，那我要有说服力去告诉大家我跟柯文哲有什么样的异同，我跟丁守中有什么样的异同，两者之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决定，我想我今天表态清楚。所以还会跟柯文哲合作吗？还是就不会了？不是合作，合作是你的想法。你说真正的在市政上面，他比如他将来也能够在假设他当选，那我们的市议员也会监督他啊，并不是说因为合作了，那新党就放水，这个不会嘛。所以年底的选战是会跟柯文哲合作吗？还是说要表态倾向全力支持？当然支持丁守中了，我已经这么表态清楚了，你们还要那个吗？对不对？我这个已经说了，那柯文哲不会怪我，因为我也请他了，我也说明白跟他之间我相信他两岸的交流，他是跟我一路的。但是呢，柯文哲他不太同意统的那个，可能他跟我不一样，我这个讲得很清楚嘛。柯文哲的统的程度应该不如丁守中吧？柯文哲的统的程度应该不如丁守中吧？但是呢，柯文哲他不太同意统的那个，可能他跟我不一样。我这个讲得很清楚嘛，柯文哲的统的程度应该不如丁守中吧？柯文哲的统的程度应该不如丁守中吧？天渐渐光，你期待的是什么？是新的日子，也是未变的过去。上惊你已经惯习一种无进步的奢侈，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所以脚步行好在。